那这是这个比赛呢，也是男子组的第一次决赛里面呢，如果他获胜的话呢，就可以参加这个。 今年4月9号在中国无锡所举办的第23届亚洲桌球锦标赛，那么获选的国手资格。对，那可以请冬玉来告诉我们这两位选手他的打法跟特性。好，在画面上方身穿绿色衣服的，就是台南帮黄建都，他的打法他的特长就是接发球，在台南帮就是。 接发球小球，而且去转下一板的进攻，其实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在比赛的手法上面，黄建都其实是比较刁钻、比较狡猾的。对，就跟一些《天龙八部》里面的人来举例，他就是用毒高手丁春秋。哦。对，然后相对他的对手就是实力比较雄厚的廖正廷，也就是有点像乔峰啊。乔峰，他是错。 叫刷低，对，<笑>为什么叫山猪呢？因为他很能跑，而且很吃苦耐劳，而且他拉球很爆。哦，对，所以等等，在这场比赛可以看到力与美的结合。<笑>男生用力与美会不会很奇怪？<笑>对，但是在比赛的手法跟细腻度的话，相对的黄建都也卡右罗。哦，所以现在比赛开始，由黄建都先发球。 黄建都的第二发，哇！是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力量去吓唬对手，而且如何在发球的时候利用这个力量去帮忙去把回摆，哇！连续三板正手进攻中远台，所以等等相对会看到比较高频率的中远台的对拉是。 然后女子选手就是趴在镜台去打快，趴在镜台，最高的下降点还有最下降点是，对，然后男子最高点之后开始打，哦，但是女子选手都是以第一时间跟第二，<笑>那女生呢就感觉她的确是比较需要在镜台上，足球的守门员是一样的，她绝对不可能站在篮筐下门框下去守，她一定好看，男生在打球比较有爽感，<爽><笑>有。 比较哇，对，而且经过了刚刚的中午的午休，所以这已经没有所谓的什么第一局拿来。第四，廖正廷的发球，哇，发球直接进攻了，是，不转的。 21岁哦，那念国立体育大学，算是哇退台，回摆，哇，男子选手的质量相对的会比较高一点，对，因为体力上要特别好，像中国大陆选手他们每天在。 正式的投入练习之前的，光是暖身就做了1个多小时，各种国外的选手，但我们往往都是上大学之后的这一个区块，往往会落拍，就是在这个阶段。所以对选手来讲，他在这个阶段里面，他要确定自己要继续的。 网球员的方向呢，还转教练呢，还是投入别的职业？对选手来讲，这个不容易哦。要有的我们都觉得他打得特别好，对，他不打了就可惜。对，擦网重发。 还是高抛发球，连续两板正手的进攻，9-10，廖正廷的发球，哇哦，非常果断的接发球进攻啊！ 好，在第一局呢，有接发球摆短的能力，而且他还充分的运。现场第二局要开始了，廖正廷的发球，啊，一个黄条，对，<笑>比赛一定要奸诈，<笑>
不管在国内的自己人岛型，对，遇到他们真的，人品跟球品有的时候会稍微被打个问号。所以我们的中华队的选手在各方面的训练，现在1-3，廖振廷的发球，发一个左侧，丁半出桌，哇哦，盯得非常的紧，防守拧。哇，今天接发球的速度刚好可以去压制他正手的攻击的能力啊！哇，连续两板。哇，非常聪明。2-6，廖振廷的发球。啊，当然最好不要有这样子的失误。哇，打到8-2，黄建都的发球。追回来也是有机会，但是看廖振廷的心态，看是要追还是准备注意力去配开啊？是。反正都要失分，而且我希望他发的是右侧上，因为现在在接发球，对，你要让他知道说，啊，这个战术你有办法，然后会迷失掉自己，就是他只往前看，但是他后面他是没有退路的。所以教练在这时候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给选手一些，第一，廖振廷要稳住一点。也在那一分钟教练指导时间，其实教练认为对这个选手的了解，他这场比赛这个是可以去执行的战术，必须要重新。哇哦，这个球想要先以重板的攻击为主。对。气势非常重要啊，一开始。有一点黄建都的正手位。对啦，哇！高抛式发球，往上拧，所以这颗球让黄建都下一板比较容易去找到这颗球的高点。哪一个运动项目都会给自己一个反馈，尤其是球类上面。对，桌球我们常常看到会自己在。6-5，廖振廷的发球。哇，这个球太勉强了。发球。反拉。啊，这个就是。其实，在他现在是落后的情况之下，他还很愿意去做主动的去反制。哇，的胜利。对。9-6，廖振廷的发球。很高。这个球可惜啊，可惜，这算是黄建都的手上球啊。第三局，廖振廷有一个局点机会，6-10，黄建都的发球。哇，高抛侧下。哦，很喘，比到这个时候，其实双方就像冬玉讲的，男生在打球上面质量重板都很敢用，所以其实看他们很喘，高抛的发球。7-11，让黄建都拧没关系，但是不要让他有机会喘。是，随时会发现问题，给予指导。哇，上第四局，刚开局，廖振廷的发球，中路。从破坏重心为主，好球！哇！哦，到这一局是大家不像刚刚前三局球一拿到就赶快准备要打了，现在我觉得到第四局开始会稍微在双方都非常的聪明，都已经有感受到这一局开局跟前三局是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双方在出。
惯性的再送过去。是。哇，好球！哇，抓到掉正，不转的。哇，加压住，但是刚刚那个球一算到的时候去做一个突然性的加压。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黄健都在从这一局看得出来，他在主宰，有局点机会出现。哇，走中路。哦，高赛的国手资格，那当然我们也讲到说，赶快比五局开始了。黄健都的发球不一样。对。所以我们有时候看选手在比赛，其实气势上还有眼神都看得出来，他是非常的有果断力的，很有决断力要赢得这场比赛。双方退牌。哇，这个球打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对，因为他发现了什么呢？是这球的落点。因为他在上一板已经成功的去破坏廖正廷的重心步伐，因为下一板就是一个转重板的机会。是。去愿意追随，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对，你想法还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要去看他们，很好的学习跟典范。对，好，回到比赛场上，刚刚是中品中对，变中路，做一个撇拉，再一个撇拉，把角度抓大，这球非常精彩。所以他会做一个侧拉，也就是撇拉，也就是让这颗球在弹道在行进的情况下，角度我都要各方面。刚我们讲到国际比赛的时候也是要这样子。没错。比较有上占上风哦，对，各个重板的攻击都比较有。他在发球现在主要都是以发勾手长的，或者是发转不转不转的为主。哦，对，但是现在廖正廷是不摆的。嗯。以发球或者在接发球，他主要的就是以第三板的进攻权，好像稍微有点还给廖正廷了。防住，而且是有压制性的。对，这个就6-9，廖正廷的发球。白短，对，抢拉，哎呀，可能暂停是要用来拉分或者是要得分用的。通常像感觉他有点乱了，哦，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暂停的意义就是这一局一定要彼此教练跟教练之间也在斗智。对，没错。这好球，对，没错。哇，这个球太。各位观众可以看到，黄健都现在在接发球，已经开始在使用假动作了。哇！对于这个落后的选手来说，我能撑就撑。哇！终于来对了啊！喘一口气回来，就是局势又变了呢。对，因为他现在的第一旋转被抓到，第二他发球的落点不够卡，可惜换个发球发到廖正廷的正手短的。来看看是不是像东尼所讲，正手短的，哇，好球，非常高优质的选手在这一刻通常都是要能够折磨人家一下。对，射上，哇，是很占上风的下旋，或者尤其是黄健都这边，而且在局中的时候，廖正廷也挑起来跟他打。哦，所以东玉已经在刚刚稍早之前就发现到，现在是第六局，通常就像您之前所讲，通常到第六局选手的体力会慢慢的下滑。对，尤其是进攻型选手会特别的要特别注意。对。的摩擦系数是。
对，就是桌球呢，比偏偏对手就是不让他这个这么好过。这个就是黄振都他必须要打的战术，就是摆完之后去等回魂啊。是。在这第五六局都我们都会觉得说选手这时候其实很喘了、哦、对，桌球这个运动实在是非常的强度是很够的。5-2，其实现在他们其实可能升旗这上面相对的就会比较多一点，也就是他们的质量相对的会下降，但是所谓的加摩擦确认加保险其实会多一点，所以这个时候来回球相对的就会比较多。哦，对，像这个就有再加保险。哦，很喘，看得出来黄建都两个选手都很辛苦。是，所以冬玉，你看，其实他这样子打下去是比较有希望能够为自己拿到这样回来。哇，说有时候太累了。成人国手。我们中华民国的成人国手，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比较不存在。是。5-6，黄建都的发球。哇，好球！他是落后，他还是很强悍啊。对，没有在怕的。哇哇！这一球回了一个巧劲。这阶段是就像冬玉所讲的，他韧性是很够的。对。对。哇，过度了。哇。非常成功的两分的发不转的去给黄建都去引诱他去挑起来，是，所以这个是非常成功啊，非常明确的战术。哇，赛末点出现，哇，保守了，哇，反偷。有了，黄建都挂起来。我相信这两种球在平时的训练给他们两位真的是啊，怎么会这样子？哇，我看现在在现场看球的这些观众也都摇头，大家发出惊叹哦。这彼此折磨一下，这真的是高优质的比赛，双方选手的韧性都很够，但是在最后一刻也尽量不要太多的失误。对，这个就是黄建都，他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就是他想要去再偷一颗长的出桌。哇，现在是廖振廷的局点机会，看黄建都现在压力很大。对，因为刚刚我们都认为说他在上一局就应该要结束比赛，拖到这一局，现在压力是最高的，已经到最高点了。大的折磨。对，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战术为什么这样走呢？哇，我觉得会更有自信了。是，廖振廷在第六局是14-12拿下，那双方现在呢在7战4胜的比赛当中呢，现在是3-3。那对于黄建都来讲，这个压力非常的大，因为我们一开始都觉得就像冬玉讲的，就这样打就好，但是却没有想到在最后的第五跟第六局是这样的结果。那我觉得选手在这时候抗压性要特别的好。对，现在打的不只是技术，现在打的就是心理战。对，就是心脏了。画下了心中卡多的，对啊，卡强，对啊，不然否则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技术上应该是相持不下。对，双方的技术其实都差不多，是都到达一定的层级啊。现在比赛来到了关键的第七局，双方3-3平手的情况之下，黄建都的发球1-0，现在这场比赛由钟都玉教练来为我们做讲评。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关键的，只要这一场获得胜利的选手呢，就可以去参加在4月9号在中国无锡的亚洲桌球锦标赛的获得的参赛资格选手。而且现在廖振廷在进攻的线路也越打越活了，
这个对黄建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啊，因为已经被打了三颗球都是在正手位被打穿的，而且是都没准备的，所以反而现在黄建都的侧身位的果断、自信跟速度一定会受到影响。这分很关键，对黄建都来说，啊反拉，哇，在中远台被打回头了，被抓一个反拉，这是一个气势球啊，哇，这分对黄建都来说很伤啊。是，感觉廖振廷在越后面他的越来越强势哦，对，他在主导了整个大局，而且他是。落后都不怕的，所以现在又回到这场比赛开赛的问题，为什么他叫山猪了？生命力非常强大。我们也看到一场高优质的比赛，我觉得其实中华队选手呢，在这样子的高张力的这种比赛呢，他的韧性看得出来，到后面很好的话，去参加大比赛，我们都不太需要替他紧张了。对。我不怕再落后，我只要能够守住，然后找机会把整个局势扭转。而且这一次的排名赛，其实场地跟一般之前的排名赛不一样，虽然是在同一个场馆，但是这一次铺了专业的 PU 地垫，啊，不然在之前没有铺的时候，因为是篮球场地是木板的，会稍微有点滑，所以往往一些选手的在脚步位移上面会稍微有所顾虑。但是这一次，我相信这个地垫绝对会让各位选手把技术去发挥到最大化，是，而且比较不容易受伤。那么在大会这次呢，选用的三星比赛球呢是比较好、比较圆的球，是哦，所以选手呢，这个能够好好的都帮你准备好了，自己要好好的发挥。擦网重发。黄建都的发球3-5，哇，哎呀，怎么会这样？他看起来是不是有一点失神？还是不是？这个是一个运气球，一个擦网球。这个廖振廷在回球的时候，球擦到网子，所以球是弹到网的前面。哇，廖振廷。所以双方现在这个气势打到后面是已经整个扭转过来了，是尽一切努力让对方那个承受极大的压力。对，哇，可惜，这也算是廖振廷的手上球啊。我觉得廖振廷现在整个气势上来了，对，而且他似乎是在主导了这一个大局，而且现在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黄建都正手在挑球的质量已经加不上去了，他想要去加速度、去加质量的时候，反而他的手就开始翻了，开始瓢了。5-8，黄建都的发球。哇，打得有点懊恼了。嗯，通常在这时候是最好不要有沮丧或挫折哈，这也是会被对手看穿的。对，好球，这回了一个半出桌。
两板反手的重击。现在廖振廷的赛末点出现了。比赛呢，看到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廖振廷在从前面落后的情况之下，最后连赶三局，那么在今天这场比赛呢，取得了第一赛的国手资格。那么在今年的4月9号到16号，取得了到中国无锡参加第23届亚洲桌球锦标赛的参赛资格。可以请东宇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今天这场比赛会是这样的结果？是不是我们中华队选手韧性是这么好？啊，我们先看山猪，真的是人如其名，真正是山猪就搞造。然后再来是黄建都这边，我觉得有点可惜啦，就是在比赛当中战术一定要变，但是就像前两场，就是我一直在讲的，你要配战术，你要用其他的支线来配你主要的战术，但是你主要的战术不能迷失掉。但是最后黄建都在大幅领先，不管是局数还是整个比赛场上的节奏他都掌握得住的情况下，他反而用其他的战术在配的时候反而把自己主要战术配到不见了。是，对，所以这个就是算是迷失自己主要的进攻的手段了。那但廖振廷在后面连赶三局，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韧性啊，还有他的整个对整个比赛的张力的掌控度是相当好啊，是，当然这也是我们要选国手要选这一种的，是没错。而且他最后在下战术其实打得非常的明显了，就是他就抓准黄建都他正手位在接发球挑球质量也加不上去的情况下，刚好这个就是廖振廷他有办法去施展他的暴力美学的时候了。对，有时候我们说男子桌球其实有时候看起来是像暴力球，但是其实真的还蛮好看的。对，没错。那两位选手呢，在这场比赛呢是打满七局，而且呢是把整个局势呢看得出来是廖振廷从落后的情况之下，最后在最后的三局连杆，然后把自己的国手资格给拿到。所以呢，在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一场相当精彩的好球。也谢谢东玉为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解说。今天的主。